我们用到的是橡皮筋 ，OK， 有一个红色的，好，你可以摸一下是普通的吧？对，还有黄色，好，这样子，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橡皮筋魔术的人，这样子，我先玩一个我小时候学的魔术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先拿着红色的，然后这样子跟我一起做，这样拉住，对，然后呢？就近一点点，我会把这个黄色的放到你那个后面。现在是在你那个方向，对不对？对。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放手，看清楚。一、二、三，它就会窜过去。神奇吧？我刚才错过了什么？对，好。其实呢，我小时候除了玩那个橡皮筋魔术，我很喜欢。玩就是一些游戏，就是用橡皮筋来模仿一些东西。那你心里面有什么喜欢的东西，我都可以尝试变出来，好不好？那我得好好难一难你了。有什么是你喜欢的？就想一下。那你就摘星星给我吧。什么天？天上的星星。天上的星星。每个女孩都想要星星。困难困难，我试一下。星星还要用两条来做，这样子。星星嘛，就这样子，啾啾啾，哎，星星，这样嘛，哦，可能太容易，对不对？太容易，对不对？太会哄你了。我现在再难一点，看，这是比较困难的，看清楚哦。哎，双星。哇，这个好。这个漂亮一点吧？喜欢吗？还挺喜欢的。还 OK OK， 不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可能是说啊，这个不是真的星星啊，因为我们一放手。靠下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想请你帮我拿着黄色这一条，就拿着，然后呢，赏着你刚刚那个星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数三，再二一，然后你就放手，好不好？准备。真的吗？三，二，一，放手，它就会变成，哇，一个真的星星了。所以这一个，就是一个。纪念品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喜欢。哇，那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不能轻易放过天蝎座，毕竟这个只是橡皮筋。啊？那你还可以变另外一个星出来吗？再变？挑战我真吗？哇，困难困难。另外一个星，就是不是天上的星星的星，是你的星的星。我的星。对。怎么拿出来？哦 ，OK OK， 用橡皮筋，对对，你是说好？对，试一下试一下，这样，拿着，然后想着你说，这个信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的信啦、啊。好看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它就变成，哎呦，哦、一个爱心的形状。不要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可以送给你，习惯吧？习惯你说什么都变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心愿给你了！耶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我送给大家的魔术，送给你的魔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